家好，我是小平。现在呢，在香港的荃湾菜市场街头。现在香港天气阴沉沉的，接下来的日子可能会有暴雨或者台风啊。菜摊生意很好，湖北鸡蛋啊，竹丝鸡蛋35元一排。菜苗西兰花都是12元一斤的，菜心22元两斤，一斤呢是16两的，所以分量很足的。出来菜市场买菜的呢都是中老年人，师奶费用啊，一眼望去年轻人很少，大爷大妈们都是大包小包的拖着拖车出来买菜的。香港的情况每天都是4000多呢，大街上每天都是人来人往的，还是很热闹啊，大家都是正常的生活状态，每天正常的工作，正常的逛街买菜。大家的心态都是很好的，没有担心，没有害怕，每天忙忙碌碌的，充满了浓浓的生活烟火气息啊。大街上呢，大家都是很自觉的戴口罩出街的，素质都是不错的，因为在香港出街不戴口罩是要罚款5000元的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喜欢的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来波强烈推荐吧，下期见，拜拜。